大仙是民间传说中的煞仙，在道教中的地位真高，伊是玉皇大帝的双脚，也是耳目，更是玉皇大帝的智库。赤脚大仙都爱四界巡游，而一双赤脚就是伊上特别的装扮。传说这位仙人常在下凡来到人间，帮助世间凡人探妖除魔。个性随和的赤脚大仙，平常笑面迎人，对有心向善的妖魔鬼怪也会望开一面，但对特别浓毒的邪魔妖怪，却将袂手下留情。伊上厉害的武器便是迄一双赤脚，众多妖魔拢被降服在伊的两只脚之下。另外身上也带有奇珍异宝，更让伊唔惊逼毒入侵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。欢迎收看《封神榜神之传说》赤脚大仙的故事。上一集咱讲到上天、人间、甲地府三界混乱不堪，赤脚大仙奉玉皇大帝的命令下凡神修。赤脚大仙来到广东，发现广东人啥物拢食，不管是天顶飞、地上爬、水底游的，只要是会当食的物件，拢总吞落腹内。广东人无食肉，袂欢喜，尤其是爱食狗肉。城内有一名卖狗肉的肉贩，叫做张怀，伊的太太叫东娥，人水阁贤惠。出来也有一个身体虚弱、高病母亲，叫做钱氏。张怀平常时啊，若无出去卖肉，就是坐伫牌桌啊咧拍牌。只要有赢钱，厝内面就会加菜；若是伫牌桌输钱，伊回去厝内不但无好面色，阁会骂母亲来出气。台语有一句话讲：“疼某待丈夫。”怕某低高牛，但是用在张环身上无完全是如此。厝边头尾拢在讲，张环天唔惊，地唔惊，就惊因某。这话虽然是安尼讲无唔对，但是在孝敬母亲这一件事上，张环就是唔听因某的。有一日，张环伫摆桌顶输着钱。时候也未到黄昏，就准备起身唔算啊！朋友阿翁说：“时间也早嘛，你唔是输钱吗？阁算一下，将前面输去的钱赢回来。也若无回去，一家大小要饮西北风吗？”张环气噗噗讲：“唔算啊！今仔日手气无好，明日较阁算吧。”另外一位朋友阿成讲。就阁算一摆嘛，又唔免了偌济时间，你安尼两手空空转去，要安那向嫂啊交代呢？更何况厝内还阁有一个高高大波的囡仔，以及迄个体弱多病的母亲，紧转来坐咧，赢一点仔钱，通好转去甲因加菜。这时张怀发了一顿脾气，嘴内怒骂着讲。阮娘的病是医袂好诶，开了遐尼侪银两，食了毋知有偌侪贴的药，伊就是迄个样相，干脆啊！阿王赶紧打消张怀的歹念头，便说：“喂，可莫咒诅家己的老母啊！好歹也是伊甲你有背大汉诶，恁娘病成安尼，也毋是伊愿意诶。我如果是伊啊！”嘛会想要早死早超生，不过呢，咱做子女的总是爱伫厝边留一点啊好名声，孝顺母亲也是应该的，唔是吗？阿成应好着说：“是啊，回去了后对恁娘的口气较好咧，唔通对伊大嚷大叫。”张怀拖着两只狗慢慢的行回家，一转到厝。将狗绑伫木桩上，
便行到灶卡去买，吩咐母子准备下烧水。张怀走入厨房后，看无着母子，随即转到母亲房门，徛在门外话讲：“等我去倒位啊！”母亲无应声。张怀又搁话叫一摆，母亲有气无力地讲：“上家去药铺拆药啦。”张怀气噗噗地讲：“食药，食药，病拢医袂好，要食什么药啊？”只是伫房内感到目屎讲着，今夜讲话需要用安尼的口气吗？张怀一气之下，准备要冲入母亲房内，脑海突然想起朋友阿成所讲的话，只好打消念头，往厨房走去。有一句俗语话咧讲：“孤辈不孝子。”张怀对母亲这样不孝，拢是因为母亲的病一直拢医袂好，加上厝内唔是真好个，才会将气出伫母亲的身上。恰甲大仙查出原因，想办法要帮助这个家庭，所以变成一位中年的肉商，专门来收买张怀卖狗肉。恰甲大仙对张怀讲：“以后你卖乎我的狗肉，拢唔通抬，我要活的。”张怀感觉奇怪，一般来买肉的肉商，拢是要卖处理好的，为什么这个肉商偏偏啊要爱活跳跳的呢？张怀问肉商：“那是要活的，你的介绍要安怎算？”肉商讲：“一只狗十两银。”伤过大只，或者是伤细只的狗，我都无爱。我爱的是中型的狗。如果是无狗，我会出双倍介绍，就是20元。你感觉如何啊？天开哪有这呐好康的代志？另外，当然一下就甲答应啊。赤卡大仙安尼做的用意有三个原因：第一，无非是要让张怀卖杀生。卖做杀业就可以消除业障，相对的便可以降低伊内心的邪恶之气。无听到日后对母亲讲话的口气也会变较好一寡。第二，赤脚大仙收购活跳跳的狗之后，便会放心。如此一来，张怀就可以借由这样的循环，唔免担心收入的来源。第三，收购狗母就可以控制狗的数量，如果数量上多的话，反而会制造更加多的杀业。张怀看准狗母的行情好，所以出门找狗的话，会特别留意狗母。好不容易抓到一只狗母，就将伊绑在木桩上，没想到这只抓来的狗母正在起笑，便吸引足济狗工过来，一时间引来五只狗工，围伫狗母旁边不断呼叫，厝边因不胜其扰，纷纷走来张怀因家要找伊理论。张怀不但不理会厝边因的抗议，甚至也呛声说：“这毋是我的问题，是迄几只狗工赶也赶毋走，也有啊。”人拢有生理需求，更何况是狗？就乎这几只狗刚发泄之后就无事了。恁一直在破坏狗的好事，恁也算是人吗？厝边因实在甲张怀是有理讲袂清，只好作罢。张怀就肆无忌惮的和狗自然去反应。过无多久，狗母就大腹肚啊！一连生了八只狗仔仔，其中有两只是狗母。张怀心想，这八只狗仔仔饲大之后，就会当赚100两银啊！张怀为了妥善看顾好这一群狗仔仔，绝对袂使亏待因，也特别精心为狗仔因砍了一间会当遮风避雨的狗仔厝，然后对车主说：“东吴，紧来看，咱要发财呀！”母亲真是唔知影为倒位听来的讲法，
传言吃狗肉会当补身体，便对新妇说：“东吴啊，今去抬一只狗来给娘吃。”东吴说：“阿娘，你平常是无吃狗肉，为什么今天会想到要吃狗肉呢？”钱氏说：“我吃了遐尼济贴的药，身体都拢无起色。我听讲吃狗肉会乎身体变较强壮。现在厝内饲了遐尼济的狗仔仔，就抬一只来替阿娘补一个身体，应该不为过吧。”赤脚大仙依照百万的处事原则，用一双赤脚在凡间打遍天下妖魔鬼怪，神之传说故事步步精彩，邀请大家做伙来推广，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张怀将八只狗啊当作是伊的命同一款，哪会当随便掠来杀呢？太太对张怀讲：“牺牲一只狗啊，会当换母亲的健康，算来算去拢会好。何况咱也有母狗啊。”张怀讲：“阿娘身体连新鲜药啊都医袂好啊，食狗肉要哪会变好？你真正是胡白讲。若是食狗肉会当治病，天下的阁需要大夫吗？”母亲的心肝内伫咧想，既然讲袂听，干脆趁先生无伫厝的时阵，偷偷啊抬一只狗来住，到时阵就骗伊讲是贼仔偷掠去的。只要先甲母亲串通好，就无人会知影。东吴的计划看起来真周全，但是鸡卵阁较捌毛胖，最后也是露出破绽。狗仔囝长年了后，张怀为了狗仔囝的饲料，一透早就到猪肉店去向老板爱猪骨头。东吴赶紧到狗仔厝去掠一只小狗公出来。东吴惊露出破绽，唔敢伫厝抬狗，便抱着狗仔去市场内的牛肉摊旁边宰杀。东吴惊狗仔一路会吠叫，早就将狗甲讲分过去。当我趁着红狮也未回来之前，就将狗肉料理好啊，并且烹好薄薄，尽速吃掉。张怀为市场欢欢喜喜地带着猪骨头回来，要饲好狗仔囝因食。拍开狗仔厝一看，发现狗仔囝减了一只。张怀暴跳如雷，气噗噗地走去找车主，大声对车主两叫说：“为什么狗仔厝的细只狗公会减了一只？伊走倒位去啊？”东吴紧张甲讲袂出话来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伊应该是被偷摸去。”张怀质疑说：“我才出去一个外时辰，就才拄好，狗仔就被偷摸走，你这个贼仔也真唔捌会。”唔偷狗母，煞偷走狗公，是要讲贼仔戆呢，也是母亲为房内慢慢行出来，便说：“唔就是一只狗仔囝被偷吗？你有需要对东吴遐尼歹吗？”张怀说：“人大家拢讲我惊某，其实我是让伊，无想甲伊计较。如今伊甲我的狗仔囝照顾甲，互人偷抱去也唔知，迄可是价值十两银啊！”母亲向前跨一步，想要保护新妇。张怀甲母亲杀开，无想到这一杀，将母亲杀倒伫涂骹。张怀跨了一个箭步，拿起正手做势要拍东吴，这时赤脚大仙化成的肉箱出现了，当下制止着张怀的激动。赤脚大仙提大目睭对张怀说：“如果你这一拳拍落去，你咱之间的买卖约定就取消，我劝你也是唔通做戆代志。”
卖价钱过未去啊！张环哼了一声，就要走去找朋友拍牌。赤脚大仙追了过去，在半路中拿住了张环，对张环说：“我在暗中观察你真久啊，发现你并无像外传所讲的遐尼不好，是因为母亲的病，才让你变得不耐烦，对吧？”张怀质疑说：“你暗中调查我，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”赤脚大仙说：“我要做生意之前，先查一下对方的底细，佮有甚物唔对。若是对方是一个做奸犯科的人，也值得佮伊做生意吗？”张怀说：“阮家的叔叔无想要透露予别人知影。”你咱之间只有单纯的生理往来，不应该要有其他的因素存在。张怀戒心当然爱有，因为伊嫌伊中年的肉伤不是普通的生理人。过去伊所接触的生理人，拢是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肉品处理甲清清气气，就会当袂好的介绍。但是中年的肉伤，煞是要爱我的。尤其是偏爱某的，这些举动拢使人嫌疑。即马，伊搁暗中伫咧调查张怀厝内面的情形，实在是不得不加倍提防。张怀一度嫌疑马上伫咧贪恋因太太美色，才会暗中调查。但是两个人经过一番的交谈，张怀才知影马上是单纯咧帮助伊。解决经济上的困难，马上最后警告张怀，千万唔通对母亲无礼，啊那无买卖约定都要取消。张怀回去到厝了后，就无阁追究告别偷的代志。但过了几日之后，张怀来到了市集买卖猪骨头，拄好经过狗肉档。摊商突然化作张怀，便问说：“张大爷，你最近在卖用什么啊？怎样拢无看你提狗肉出来在卖啊？”张怀说：“我现在无卖死的，改卖活的。”摊商笑笑说：“张大爷发达咯，现在做起饲狗大户了，真是了不起啊！”张怀无好意思地说。好水好水，大户不敢当，只是做一个小生意而已。摊商又说：“前一阵啊，看到你的夫人形色匆匆，为我打情经过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”张怀说：“无啊，你确定看到的是阮家的同学？”摊商滚笑说：“恁家同学是咱镇上数一数二的美人。”我怎会可能认错呢？张怀心内起了疑惑，但我究竟有什么代志瞒着我？张怀不发一语，跟摊商点头拍了招呼之后，便快步往前行。伊经过了数十个摊位，眼看猪肉摊就在对面前方无远，准备要穿过街道。刚好被牛肉摊老板碰到，便打招呼说：“张大爷，真拄好，在这搭拄到你，你足久拢无来甲我买牛肉咯，最近改食素啊？”张怀无好意思地说：“无啦，最近想食猪肉。”牛肉摊老板反驳说：“我看唔是吧，迄日看到恁夫人。”在我打附近，那像是咧抬狗的款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无伫厝里处理，要遐尼远走到这搭呢？当我的白菜话被拆破啊，另外非常的生气，为什么太太要骗你呢？本来打算要向猪肉摊的头家讨猪骨头，今嘛嘛无迄个心思啊。张怀气噗噗，准备要回去厝找太太来理论。赤脚大仙算出来，张家恐惊要出人命啊！伊想办法要伫中路
将张环甲炸落来，但是半途抬出听家亲，只为地府来鬼车出来挡路。鬼车对赤甲大仙讲：“张家老太太甲伊个新妇，拢是我要掠来交替的对象，你袂当破坏我的好代志。”赤甲大仙讲：“人命关天，我不准你胡白来。你若是坚持要安尼做，我一脚就将你踢倒去十八层地狱。”今仔个故事，咱就讲到这，请继续收看赤甲大仙的故事。咱下回再见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赤甲大仙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相传广东人是无所不吃，不管是天上飞的、地上爬的，还是水里游的，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照单全收。尤其是肉类，像是牛肉、猪肉、羊肉、鹿肉、兔肉，甚至是狗肉，通通拿来祭五脏庙。赤甲大仙奉玉皇大帝命令下凡，一下到凡间就来到了广东。广东有的专门在卖狗肉的人，他叫做张恒，家里有个体弱多病的老母亲。张恒好赌成性，他总是认为赌博可以让人致富，可惜他的手气很不好，每一次只要一输就回家来骂母亲出气。张恒会对母亲这么凶，恶言相向，都是因为母亲的病一直治不好，他已经花了好多的银子，手上都空空了，母亲的病还是治不好。母亲听信别人说吃狗肉可以强身，就一直想吃狗肉，但是张恒偏偏不给母亲吃，还对母亲说狗肉是要拿来卖钱的，吃完的我要拿什么做生意。赤甲大仙当然不容许杀生，所以就假扮成肉商，要向张恒买狗肉。赤甲大仙说：“我要买活的，不要杀好的。”赤甲大仙这么做是要将狗狗带去放生，他正在想办法要让张恒转行，不要再卖狗肉了。赤甲大仙用高价向张恒买狗肉，母狗的价格更高。张恒为了要养狗，还替这些狗狗盖了一些房子，让狗狗不会被日晒雨淋。张恒的太太赵冬娥非常孝顺婆婆，她知道婆婆想要吃狗肉，就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杀了一只小公狗，炖煮给婆婆吃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三分钟聊赤甲大仙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十心佛拢献花，玉皇大帝在天顶，地间诸恶好众生，众生献花在民间，故事精彩代代传，好请众生来保庇，同心奉上点心为，众生点心为，安民观公众皆公义。心如你感觉荒凉，为民发风是上帝讲，八仙过海点神通，三清道祖是教主，主管三界化万物，造神爷伊上爱吃甜，二是上神爱拜伊，两手菩萨有两经，互相传达拢会通，寒山拾着真好合，亲像白鸡哥白相打。
三太子你落车骑风火轮，伊上解怕，你老骨都大大，欢欢喜喜，什么拢唔惊。先风爷，先落蝶算盘，做做歹伊上知影。车卡大仙人望山，世间代志搁要定当。土海人，先爱拜妈祖。守护伊人平安免烦恼，因祖地父母念路往，若是做歹伊头一个知。人间海海做人爱实在，放空唔通侥幸来做歹。卡踏实地求众生来保庇，互你无烦恼。